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到这个时候要抽一下奖了，对，因为我们在点的时候要抽一个奖，对，这样才会有人气，这样子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场挑个人，先找下一个人。好，你赶快找，刚刚不要找已经抽过的哦。对，刚刚大家都有抽过，所以就是我现在要找一下，我好像有看到新朋友的。好，那如果我抓到你的话，我希望你不要跑掉这样。好，然后如果我点到你的话，我等下会到你面前哦，你要站在这里这样，然后要面向那边。没关系，我们的奖品有很多，像是汽车，好，那我现在先下去找人。现在你不要找有已经点过的哦。我知道。然后很多人喜欢戴面具，或是很多人喜欢就是我刚刚没有这样。好。好，赶快去。那边的人像都已经。对对，都已经。对，这边的话。好，你看这边看看。好，我已经准备好抽奖了。好，你去找你刚刚没有遇到的。也选好了吗？哦，大奖了。